就拿着砖块啊，在砸那个路边的小客车。那为了炫耀自己啊，所以一边砸车一边露营，并将这些行径啊要泼上网。结果啊，那个被害人啊发现以后就报警去侦查。那查到以后啊，因为怕这位青少年留下前科啊，所以由他家长啊就和解，就息事宁人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